视频呢是我第一支 YouTube 视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紧身长裙的穿搭。虽然夏天已经快要过去了，大家可能快要把自己的裙子都收回衣橱了，但其实现在才是穿紧身长裙最佳时间。你可以把紧身长裙穿在里边，然后外边套一件牛仔外套，或者是鲜艳的上衣，或者是披肩，都会非常的好看，然后非常的上相。最重要的是现在紧身长裙在各个卖场里边就已经开始打折了，所以现在是购置紧身长裙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今天呢，我会向大家介绍我手头上有的几件紧身长裙，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选购紧身长裙带来一些帮助。那我的第一件紧身长裙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来自 Urban Outfitter。它黑白条纹的设计非常显瘦，而且它很包身。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后背是全露的，所以它在非常活泼可爱之余，又有一点点小性感。这件衣服布料也非常的舒适，然后穿出去照相什么都很好看。那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黑色长裙也是来自 Urban Outfitter， 跟刚刚那件黑白条纹的裙子其实是一个款式，不同的颜色。这件长裙相比较刚刚那件会显得更加端庄一点，也是后背全露的设计，然后包身的设计，这样的长裙穿起来非常庄重，可以用来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裙子显得过于庄重的话，你可以在外边适当的挑选一件颜色鲜艳的外套，穿出去也会非常的活泼好看。我认为每个女生的衣橱里都应该有一件黑色的长裙，它们百搭实用，不过时，而且非常的显瘦。那我身上穿的这件军绿色的长裙是我所有的裙子里边最喜欢的一件，因为它真的非常的舒适，然后穿着起来非常的随意，所以我穿着的频率真的非常的高。这件裙子也是来自 Urban Outfitter， 是我在今年夏天买的，可是我刚刚查了一下，发现我在店里或者是在网上都找不到，所以我也不确定你们可不可以买到。但是这种 basic 款式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件裙子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它也暗藏玄机，就是它在腿部这块布料会有一点点薄，所以它隐隐约约可以露出你腿部的线条，所以也非常的好看。有些朋友不喜欢太过复杂的设计，那我也会推荐你们购买一种这种 basic 款式，后边是工字设计的普通的这种紧身长裙，不会太过夸张，但是穿着很舒服，也非常的好看百搭。我身上穿着的这件长裙是我在韩国的一家小店购置的，所以它没有具体的牌子。这样米色的设计非常的简单大方，很适合约会的时候穿。这件裙子最大的特点是它胸部有低胸的设计，然后后背有一点点的 V 字设计，然后它的腿部是高开叉的。这样的裙子我推荐给胸部线条好看或者是腿部线条好看的女生穿，能够凸显你们身材的优点。选购紧身长裙的时候最大的一个 tip 就是取长补短，一定要选择能够遮盖你身材缺陷放大你身材优点的紧身长裙，根据自己的体型来选择最适合你的一条裙子。那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紧身长裙，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的身材没有那么的好，或者是我没有很瘦，然后穿着这样的紧身长裙会不会不好看？那我认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材情况，可以适当的选择有一点点宽松的黑色、深蓝色系或者是军绿色系的长裙，根据自己身材的优点选择你露哪或者是遮哪。比如说我之前很想买一件就是胸部很低的紧身长裙，但我的胸没有那么大，穿在那边没有那么好看，所以我就放弃了购买它。所以其实在选购紧身长裙的时候还是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特点。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花这么长时间来看，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请在视频下方点赞。
今天这支视频是我的第一支 YouTube 视频，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我今后我还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我的穿搭和一些我生活中很喜欢的东西。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谢谢大家。